越南人，越南人，他们调动那么快哦。嗯，他可能游军的要改成追击吧。要那个，我有在工程塔，我要先开嘛，然后我可以追车。赶快开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进来！我们现在15个都不到哎、欸。有工程塔的就先排了，有工程塔就先排。你们进吧。那我直接开吗？我已经开，已经开了，已经开了，已经开了。那我直接工程塔拿出来哦。对，你先进来，你先进来，快点快点。那个是直接到点上面才能架，它不能换的，它不是器械。嗯，好。嗯，好，一二三，三门，一二三，三门而已。来，那个艾玉这边，旋律这边，旋律左边，艾玉右边。好，然后胡椒网，你的先帮我插了，工程打，帮我插，我看哦，先帮我插这边，插这台。然后那个元豪爱吃包跟海绵体扩维机，你们两个的铁人来这边，然后到了直接帮我兵安上去了。到了之后，你们的铁人就帮我上去。然后器械的话，那个妙高跟公口怪，赶快叫哦！妙高补教饼，赶快叫！妙高跟公口怪，你们两个是野战，帮我到大门把大门打掉，谢谢。这台是 Scale 的还是胡椒网的 ？Scale 的。那胡椒网，你的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是投死的。你是投死 ，OK。我加在这。那这样工程塔还有谁？中路工程塔正被。我要赶快，我已经去死了。大家先丢吧。有在推。来，你那个兵长上去送就好了哈。哎，好像打得赢哎。或者你们那边是打得赢。哎、欸，我这可以用哦。我栅栏旁边有个野战炮，帮我玩一下。好，来那个，啊，这边在场里面，在场里面的还有谁？有工程塔。我千叶，千一千零叶，来，另外一边帮我插了这边。敌方外城门被摧毁。我去破方阵哦。来，妙高跟妙高一个野战炮走吧。那个你们投石，用投石拆器械，用投石拆器械，之后再还你们。什么什么？你们龙图省会有人先帮你们打下来，之后还给你们。感谢、哦、okay, 感谢，哎、okay. 欸，对。来，千里燕那边马上推，来这边进来的还有谁？有工程塔，帮我再插一座，有吗？谁？这边有没有还有人有工程塔的？我在排备站，前面还有两个。好，来那个这边不要去了，我、哦、这边蓝色的地方不要去了，全部往红色地方集结，然后上去掩护这台工程塔，掩护这台工程塔。如果你是步兵的，来这边帮我把兵往上推，然后艾玉跟飞鸟员还有 BB 为你们慢慢压过去，然后卡住那个兵哈、哦，把阵架起来。能拖时间就拖时间，不要他们架阵、架器械，讲错。陈翔没有人，他哇，我这边没兵了，我这边没兵。那你的眼前有没有敌方的器械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进来了，我要架吗？我工程塔要架吗？你等一下哦，你等一下。还是我们去补给？不要去补给，来肉酱，你帮我插了，你也帮我插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不是说没器械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轰掉？靠背哦，他们都放哪里？有啊，你人都没有上城墙。刚才就不上城墙，我啊，我爱玉洞底下呢，爱玉洞底城墙上面呢、啊。我这一侧没有，应该在另一侧。可怕哦！他们在那跳。我死，我死。
掉了。中央的左侧，他们家暴在中央左侧那边。我这边也被打了。我这边的墙那个塔也被打了。我有工匠，要不要我推？好，你推，我拉掉了。你换了吗？换了，正在推。OK。来展现米娜桑拆炮能力，那个青龙跟真棒，还有安安你好，狂龙五帮我上城墙。他们你们现在那边的话，没什么对方没什么兵在那边，可以放心上去。兵直接上，兵直接上，不用怕死，我们人够。城墙里面有小炮哦。好，来那个 UBI 跟阿格斯，你们那边 UBI 跟阿格斯，你们那边要帮我过去中央据点，吸引他们的火力。哦。然后胡椒王，反正，我知道你一个人去，你一个人去就好了。我兵还在，我兵还在跑。他们小炮在城墙上。哇，又被打掉。还有吗？城墙上还有吗？对哦，不要站起来哦。还有人有工程塔吗？有投石记得用啊。没有工程塔对不对？哇，干！什么投石？丢一下右侧。是啊，我出去哦。嗯，来帮我大门口集结，我看一下要怎么办。然后等我人备战到了再那个。嗯，对，左右。来，我再问一次，有没有谁有工程塔？都没有了吗？嗯，没有的话怎么打、啊？现在投石要丢呢，随便丢。人多的地方，人多的地方我器械。来一波 AB 补吧。嗯，可是 AB 补站下来，好，来大门集结一波吧。来那个，我看一下哦。来狂龙五，你帮我往前一点，我看一下对方什么兵。哦，对方的炮兵在轰，阿伯啦，你们的兵要控呢，我一直去给方阵戳呢哦。骑兵正面哦，正面两队骑兵哦。哇，还有喷火啊，哇这样不行啊，我这样大部队进去会送啊。来，大门都往外啦，然后那个一千零一个夜，来谁还有野战炮？谁还有野战炮？我有野战炮。谁？百里秋风。乔峰，来，我去拿一下。你人帮你有野战炮的，来帮我这边打掉这个 B 的城墙。我试试看开另外一条双线。那最后怎么话想要跟？然后大门不要出去了，大门就守着他们就好了。然后兵不要白给，就守着。在第谢谢馆长今天邀请我，希望今天没有得罪到太多人，但如果有的话，没关系啊。然后来，你刚刚是谁？刚刚有百里秋风，还有谁？阿格斯，阿格斯吗？他们没有兵加一城墙，一堆的。你要插 B 点上，对，把 B 点城墙打掉。啊，我过去。好，那 S77你也过来，森明你也过来，你们四个人先到 B 城墙准备。我带法兰西过去。然后那个青龙，你的波兰裔来这边帮我准备。OK。然后大门把阵架好就好了。他们两个再过来，你不要那么远，你直接贴脸架，你直接贴脸架，不然他们就直接架炮会反掉你啊！直接贴脸架，对，他们完全打你面前。然后那个 S77 你是剑盾，你 OK 好。青龙，你上去帮我顾，如果火冲要丢那个冲空天的时候，你要帮我阻止他，你先帮我上城墙。啊你会下城墙无伤下来齁，那个状况不对，自己要无伤下来。OK。来龙骨，你帮我你的兵往后拉，然后帮我上城墙看中央据点的有没有架防。
哎呀，为什么秋莎跟胡教长会死啊？他有大飞机哦。哎呀，那大门的人拉到两侧吧。哎呦，要破了、OK。大门的人帮我拉到两侧 ，A 点大门的人。大飞机。好，破了，哇，又有七秒在那边，干你娘嘞！你摸到站好，真假好。来，森美，你扣看看有没有办法吃掉，是一组清明而已，多一组不用怕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，我们先吃掉他们的 NPC。可以用那个炮炸一下。等一下，先吃掉，慢慢来。刚刚的波兰一有在吗？看不到。没了。来，谁跟我讲一下中央据点状况，有没有办法，有没有架阵？摸刀拉进来。楼上有女武神跟威尼斯。女武神威尼斯而已，还有一个火枪，那电脑的死亡七米五，对死亡，你帮我上去看，帮我看状况。那金元啦，包头巾的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电脑的。Sammy V 大门进得去吗？近一点，摸到近一点。对，大好。哎，那个方阵要被我们轰光，要被我们轰光光了。好 ，V， 你的 V 大门就持续这样进攻。来，我把重心放在 A 大门了。对。好来哦，小心要爆你啊！快攻，跑回来。哎，鼠王你死了是不是？没有，他刚刚上面七米五，然后一个刀盾，一个火枪，一个战矛，就这样而已。有没有地方可以让兵爬上去啊？往前压一点。来，那个你们小心，有一对波兰裔哦。一千零一个月跟弟弟龙留在大门就好了。然后其他人瞬间哦，速度哦，从到这边，然后往龙国方向爬，速度 go。他们加器械了，他加器械了，他七米五在移位哦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往前了，压一点，哎，他平推。B 点在帮你们吸人 ，A 点动作快一点。来那边，对那边上去，然后把那边杀，就两个人，你们应该杀得掉。孙氏那边就两个人哦。这里可以上，他这里没有兵。我鼠王在哪里？我小胖没了。好，你也上，对，你也上，你那边也上。对。啊，先打右边吗？你们截取中央据点，你们截取中央据点。中央据点哦。哎、欸。我小胖没了。注意啦。哎，拆器械啊！点消个器械，那个碎片拿一下。拆下器械，拆下器械。你们真压进去吧。哎，点有了，有这么点压压进去。3-4-5这样。好，来中央据点，帮我把阵先架起来。我的波浪机快没弹药了。波浪一冲哦。然后兵上来，然后兵准备上来对七米五。来，鼠王，你们把兵架好，你们把阵架好。他们这边，我这压到七米五。啊！我先死掉不要紧，前面死掉不要紧，hold住他们。什么东西？那我兵都在推哦，那什么东西？哦。正门的魔刀跟我来。来，那个百里秋风，这时候你要去当鬼了，有办想办法去踩那个 AB 补给，你知道那个位置吗？啊，我看不行了，你哦，嗯。你太慢说了，我已经剩五秒了。左城墙可以爬，左城墙可以爬，赶快，左城墙可以爬。来，兔儿 TT 跟魔洞逃，左城墙啊，就是你前面那个城墙，爬起来。中央据点要拿起来喽。好的。中央据点，有没有兵可以继续帮我补充一下？我看一下。来，左城墙上来之后，直接嘛，我去中央据点，然后堵住那个楼梯口哈，重点是堵住一下，重点战斗，堵住那个楼梯口，然后中央站下来了，好来，我在门口哦，来附我在门口哦，还不错哦，打掉他们的炮，都是炮这边，他们炮在那个补给后面哦，他左边补给出马兵哦，出一堆血，屁股有女武神哦。团他们可能会有两队波兰裔过去哦。好，来魔洞塔，你们这边的兵拉去中央据点的。你们正门的有要进吗？
正门有架阵吗？正门，正门有架阵，应该在外面了。来，这没关系，正门就先想堵着，先想堵着，对对对。注意哦，注意哦，这一波应该吃很多东西哦，那摸刀吃得很开心。正门超多吗？对对对，先堵着，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我先把中央据点先稳下来，我中央据点还没有很稳。好，来正门往前，正门往前。然后你是骑兵队，我跟你讲哈，你前进，你是骑兵队，你前进，但是到帮我到这边，到这边，骑兵队进去的目标是到 AB 补给，不要去先不要去本阵，你的目标是到 AB 补给。嗯，喷火兵还在 A。好，来 ，OK， 那个中央据点保留魔动桃跟 TOL， 然后其他人准备到大门集结，我们要打 AB 补给一波，地推流一波。另外一边楼梯上来了，中央据点。另外一边来 B， 好 ，OK。我骑兵被冲掉了，骑兵被冲掉了。那个、三队、啊。后面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就展现，因为那个偷本阵的能力了，各位。但是偷本阵，我们还是先把中央据点稳下来。然后如果你想去偷本，就可以先去偷。中央据点现在还是有点危险哦。要被击拆掉了。注意哦。要赚器械碎片哦，来那个中央据点那个大部队，你是陌刀队的，方阵一样在地上就好。铁人跟陌刀队帮我上中央据点，帮我拿回来。然后我一样再问一次，有没有人谁有工程塔？这个时候没有吗？还是没有？哇，还是很缺工程塔、啊。中央四队人，空哦。哦，他们开始在追击了。哦，拼命追！好，来元豪爱吃包，吃光他们。中央上面有人吗？中央上面什么意思？四个敌人。不是，我说有队友吗？有队友啊！你们赶快上去啊！配本要打开啊！干吼吼的。嗯，总是这样打输呢。看工程有没有工程塔，真的差很多。我走。啊！来，等，一样大那个，不要再上去了，不要再上去了。然后你武将兵在上面的，你武将滑流梯，滑溜滑梯下来。然后那个小刀我辅助，清线跟那个扩约机帮我去 B 大门准备。元豪跟吹气也帮我去 B 大门。来，元豪、扩约机跟那个小刀不住，直接进去了。他们应该还没架阵，要注意哦，应该还没架。我是没看到有人架了，有吗？有东西吗？没有吗？好，你们的兵呢？还在走路啊？好，等。哎呦，来喽！哎，这应该是 NPC 吧？好，你们去 AB 补给这边，然后绕后一波，帮我接应大门的大部队。哎、欸，你们三个不要这样玩，你们三个人是散的。你们三个人下马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互相 cover 队友。波兰一哦。嗯，这边架炮了。我这边拖两个人哦。他波兰利奥是到海绵体扩越机了。然后后面来了，后面波兰一来了。好，来哦，看蛋的哦。来 ，UB 哈，你帮我往前一点，我看一下他你的左手边右。啊，有人在那边长这样哦，靠背。
末刀队只有一队末刀哦，有喷火兵，还有喷火，还有喷火。阿烈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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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，不要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绝个一啊右边，靠背这样怎么进？哎，那个我的小我的大队已经快没了。啊！有没有剑盾帮我补血一下？这对中士来拉两边，都先拉出来拉两边，不要放大门，先拉两边，不要让不要直接给他们器械轰，对，拉两边拉两边，先拉两边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外面有个战锤哦，击倒击倒，不要死。来，那个大门不要再进去咯，并且不要再进去了，帮我拉两边，拉两边。哦，干，有没有想法？现在怎么打？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打哎、欸。中央吗？因为中央，重点是拿下来又会被人家海出去哦，这让我真的很烦。我保证我们的队战力打得下第一波，但挡不了二三波。你要不要尝试从城墙，然后派几个干尸队去采补给点？啊，好，就只能这样了。胡家碗那边上有那边有人架阵吗？他城墙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来一对陌刀，一对七米五。来，胡家碗，你们你在那边，你我跟你讲，你在这边，然后你那边吸引人，其他人比从彼得阿妈这边上墙 ，Go S 七七跟胡家碗那边留人，那边二留六，有够强的二留六。然后其他人往这边上去，蓝色的地方 ，Go！ 胡家王，快跑！脚底抹油，赶快遛，遛狗遛狗，快点！门口留两队方阵固就好了。哎，然后那个方阵不能爬，不能爬就留着。注意啦！哦，这么惨！好，来 go 一样，中央据点上，铁人在前二，就不要再起来了。铁人在前二，就不要再起来了。然后末刀队自己抓时机绕后，或是用数量压制。好，二来，不要再起来，不要再起来了。你起来的话，我们会被平推哦。然后末刀，就是我们喷火兵要处理一下，投死投死投死，投啊再投啊再投啊！啊，那个干你娘，那个喷火兵真的，看 UB 汉你架着什么东西？投石弩啊！有啊，有在弄的。我射到人。啊！一直负伤。哦，好了，那个备战的都取消。这场就先这样。然后看他们会不会站走，然后有没有机会让 China 打第三场。好，我帮大家用撤退哦。然后礼拜六如果还要打这张图的话，哇、哦，工程塔应该搞个十座出来。哎、欸，冈本，他那个中央炮兵轰得到哎、欸。炮兵轰得到啊，但是重点还是那个啊，中央据点，我大部队第一波打得下没问题啊，二三波，因为上次还是说上去要架铁砂炮啊，这样好像没用。
解杀炮防守应该可以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过来解一边，六分钟玩一下东西。去拆器械。好的，带了铁砂了。哇！准备阵型。来 ，BB 问八七跟弟弟龙，来这边找生命。全员列阵，集结作战。我们待会压一波下去，他们 AB 部。试看看，试看看。准备阵型。来，我们五圈先过去。马帮可以补，可以啊，进去就可以补了。你要进去哦，进去那个地图。我们现在组成要先转移到安良府吗？哎、欸，有人。把握我们的梯子，我们兵拉上拉过来。集结作战，驾！全员列阵，准备阵型。集结作战，全员列阵，准备阵型。全员列阵，集结作战。来，我们准备一波。准备阵型。中射，中射往前。集结作战。来，太阳能板，准备。准备阵型。太阳能板。我是断波。开门表现哦！哇，风口兵，妈的！哎，我中了几个不可以冲锋的。风口兵杀！你们要被夹了！风口兵杀！风口兵杀！另外不要被夹了。有那个铁人卡的好。好。没杀干净。后面有人推。好。OK， 辛苦了。深吸，改续，探囊取物。龙图拿回来吗？我们还在卡，还有时间。他们还在卡，应该是拿不下来。他们龙图啊？龙图是 China 的，龙图礼拜六了，想见拿回来了。他现在打回来 CD 十分钟。斩碎他们！自由攻击。嗯，国网 China 也要打吗？自由攻击。打完有段时间就像二十二分啊，他休整多久？他休整六分钟，可以二十八分。哦，还可以呢。小 K 在吗？你现在指挥官不是他们，不是他们的哦，是友军哦。我现在六分钟有办法打贸易战吗？看一下。